李榜要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出的时候，非詹文婷带来月牙舞。爱情像一本游记，我会找寻它的谜语。看月牙湾下的泪光，在丝路之上被遗忘，是谁的心房孤单的忧伤，他还好吗？我想爱他，但永远请问我以前不知道你姓詹，你的对，我一直都没有用本名出来。哦，这次为什么非得用詹文婷呢？为了新专辑啊，已经是一个新的阶段。他以前的这个全世界到处演唱那么多，有在疯人院唱过吗？今天刚好院长，院长还在跟台下还要夸张。对，哎，这个疯人院就算了，还每一个都喝醉。对，而且喝醉还有麦克风，太开心了。对嘛？新年虎年到来，跟大家拜个年，来，祝大家虎年行大运，谢谢。这是很实际的，没有预备好。OK 啦，观众哦，今天可以看到天后算是我们大热门的一个福气，对不对？是第一次来我们特别节目，第一次来我们来到我们特别节目，第一次就参加虎人趴，要经常来啊！对啊，虎人趴是特别厉害的，每个月都要来。天龙们一起带来这一首精彩的好歌《罗马六》，一起来欢迎阿力。所以在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跳舞起来。萨里卡卡马布隆，罗马六吉他。萨里卡卡马布隆，罗马六，罗马六。
感觉是小巨蛋。但是 Uncle 你干嘛上去？没有没有，我主持一下公道，让大哥休息一下。你很会主持公道，让大哥休息一下，我很会主持公道。你主持。对对对，我就是这样子，刚刚有一种小巨蛋的感觉。我们现在给他拉回部落。哎呦，好拉回。因为刚刚有一个李明点播73589。有哇，有一首悲伤。哎呦，73589，你都记得了。那我就好好的表现这首75882。哎，对，换了歌名了，75882，可以。有一首悲伤，对，我也一起。好，你也一起。哎，你不能偷唱啊！哎呀，之前小巨蛋我真的是嘉宾啦，真的真的是嘉宾，他真的有缺人啊。快下来。我不羡慕。那个太阳，那个太阳，照不亮你过往。有些黑暗，我们都那个一样。欢迎。我不嫉妒时光。想与你分开，思念在背后。